Forward, please. 83 kilos. The automatic increase. Representing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Yosefi. Third attempt. She's moved up. Loaders, 85 kilos, please. Representing 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通过刚才的开把重量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最主要的对手就是韩国的孙英熙。但是孙英熙呢，扎举和挺举的开把重量跟李文文都有20公斤的差距，所以这场比赛理论上还是李文文一枝独秀的表演，就看孙英熙自己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了。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达夫罗诺娃，达夫罗诺娃呢，过去的抓举个人最好成绩是98公斤。哎呦，杠铃带的高度不够，又带起来。作为这组当中年纪最小的运动员，比赛一上来还是要找一找感觉。达夫罗诺娃呢，在东京奥运周期比了9场奥运积分赛，这个参赛 场次是非常多的，基本上是把能够比的比赛全部打了一遍。其他乌兹别克斯坦运动员也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他们参赛的场次非常多。因为呢，这些乌兹别克斯坦运动员可能没有办法在每场比赛当中都站上领奖台拿到前三名，所以他就要多参加比赛，这样才能多拿奥运积分，有机会站上东京奥运会的赛场。达夫罗诺娃呢，比了9场，其中6场是参加的87公斤级的比赛，3场比的87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他体重的峰值呢是92.10公斤。这组当中体重最轻的是来自蒙古的运动员比利格赛汉。他的体重呢峰值只有87.22公斤，一会儿可以看一下他的表现。Good lift, Dabranova。第二把成功举起了85公斤这个重量。随着举重比赛级别的上升啊，运动员的加重幅度也会变得越来越大。Bar is ready, clock is ticking. Yosefi, she's moved up. 86 kilos the weight now. 所以说开把呢只有85，第二把可能就会加到95或者95以上。伊朗的法蒂玛，抓举的第三把重量加到87公斤。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Good lift, Yosefi, 87 kilos. Loaders, please, 90 kilos. 达夫罗诺娃，看一下他的第三把试举。
哦，没有加到95，只加到了90公斤，因为他过往参加比赛的时候抓举最好成绩有98公斤，19年卡塔尔国际杯上举出的成绩，所以90公斤这个重量应该完全在他能力范围之内啊，没有问题。这个重量呢，刚好是我们女子49公斤级的侯智慧在抓举比赛当中开把的重量。从侧面这个角度的镜头看的还是挺清楚啊。达弗罗诺娃他的右手的手肘啊是有一个天然的弯曲，像运动员有这样情况出现的时候呢，上场之前是要向裁判员示意一下。Bar is ready. Akmel, Indonesia, 106 kilos. Boktilda, Kazakhstan, next. 接下来出场的是印度尼西亚运动员努鲁阿克马尔。过往个人抓举最好成绩113公斤，开把要到106。非常轻松完成了自己的开把。Good live, Akmel. Loaders another kilo, please. 107 kilos. Akmel, Indonesia, second attempt. 阿克马尔的开把就一下子比刚刚出场的达弗罗诺娃要这个重量要重了16公斤。Loaders 111. 越是到大级别啊，运动员的这种能力的差距就会显得越大。目前这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是李文文保持的147公斤，这个记录是在19年的宁波亚洲举重锦标赛上创造的。Ya, satu nafas masih panjang. Masih panjang kenapa? Punya macam kau tu. Yo. Nulu Akmar 呢，在18年世锦赛拿到这个级别第12名，19年世锦赛第11。19年的亚锦赛拿到第6。他在东京奥运周期过往参赛体重的峰值是110.75公斤。为什么在这个级别当中要关注运动员的体重呢？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运动员体重差距是非常大的，因为只要体重在87.01公斤以上就可以参加这个级别，所以运动员这个体重的差距是非常大。那么体重的差距呢，往往就会造成成绩的差距会很大。哦呦，杠铃的高度带的不够。No live, Agma.Lower same weight, 111 kilos. Once again, Nurel Akmel. Indonesia, third attempt. 111公斤，加了5公斤之后没起来。如果重量不变的话，阿克马尔要面临连续试举了。在东京奥运周期呢，一开始这个级别啊，我们还是让老将孟苏平，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最大级别的金牌获得者，
继续坚守。但是李文文的出现呢，一下子让我们这个级别再次展现出了极强的统治力。2019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之后，李文文就彻底在这个级别完全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了。比赛。而卡什利娜呢，在2019年的欧洲锦标赛上，当时也是举出了331的成绩啊。李文文呢，总成绩世界纪录是332，所以卡什利娜绝对是我们主要的对手。但现在就不知道她的状态到底怎么样，因为2019年的世锦赛之后，卡什利娜就没有再参赛了。不错，完成了这个重量。Good lift, Akmel. 111，距离他个人抓举最好成绩113还差了2公斤啊。To be followed by Mubtilda, Kazakhstan, both calling for the same weight on their first attempts.Lee, Korea, 112 kilos. 接下来上场的是韩国的李善美。这个级别当中有两位韩国运动员，李善美和孙英熙。李善美呢，跟李文文一样，都是出生于千禧年，生日要比李文文稍微小一点。个人抓举最好成绩127公斤，2019年亚锦赛拿到这级别第4名。好的，完成的非常轻松。Good lift, Lee. 他是这个级别的亚洲青年冠军，在2019年亚青赛上拿到这个级别的金牌。体重的峰值呢是121.09公斤。Sun.现在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运动员姆普蒂尔达。过去抓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08。今天这开把就已经超越了个人过往最好成绩了。2019年亚锦赛，他拿到了第7名。开把112，已经比个人过往的抓举最好成绩提升了4公斤。Thank you, loaders.Loaders, we need more. 115 kilos now.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另外一位韩国运动员，也是今天这场比赛我们主要的对手之一孙英熙。孙英熙算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了，征战过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75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当中拿到第6名。Lee, Korea, next.开把115，过往个人抓举最好成绩2019年世锦赛创造的121。非常的轻松啊。那么参照2019年世界举重锦标赛的前三名成绩啊，由于在女子大级别当中欧美运动员表现的也非常的出色，所以要想登上奥运会领奖台的话，抓举的这个及格线应该是130公斤，挺举175，总成绩呢在305公斤，才有机会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当然这是我们参照2019年世锦赛的成绩去反推的，所以看看今天孙英熙能不能达到130公斤啊，这个抓举的标准。
上去。李善美。灭。冷灭。去正月。裁判。哎，这把。No lift。应该还是杠铃的高度带的不够啊，自己没有去尝试支撑。Izana Muptilda, Kazakhstan, second attempt. Lee, Korea, next at the same weight. 在2018年级别调整之前的女子的最大级别是75公斤以上级，现在增加了一个87公斤级，然后又增加了87公斤以上级。让整个女子举重的可能性变得更大。李善美要连续试举115公斤的重量，过往个人的最好成绩127。今天抓举是肯定达不到了。让我站。灭。站。灭。阿桑。上。哎呦，杠铃拉起来之后呢，重心有点不稳。之前转播当中也为大家介绍过，随着级别的增大呢，运动员他的能力更强，力量更大，但与此同时呢，杠铃的重量也更大了，所以留给运动员调整的空间啊，其实是更小。如果杠铃再往后带一点，再带高一点，更有利于他支撑，还是没有撑住。哈萨克斯坦的姆普蒂尔达，第二把只加了4公斤啊，116。Аспа, иза да аспа, орду бос, ихту бос. Держать. 前两把完成的都非常出色。但是这个加重的幅度是比较小的，这把起来之后继续提升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Izana Muptilda, Kazakhstan, third attempt, 117 kilos。个人最好成绩已经提升了8公斤了啊。Korea。Loaders more, 118 kilos now. Same athlete. Muptilda, Kazakhstan. Third attempt.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原本这组是8位参赛运动员。蒙古的比利格赛汉应该是退赛了。所以这组当中呢，目前为止应该就只有7名运动员会参加今天的这场比赛的竞逐。7名运动员呢，只剩下李文文还没有出场。姆普蒂尔达要面临连续试举，原本在这个级别我们还有一个主要的对手，就是朝鲜的金国香，但是金国香呢，由于朝鲜不参加奥运会，所以他也不会出现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这次比赛没来。他在世锦赛上是拿到第4名，
抓举是130公斤的成绩。孟苏平呢，抓举铜牌137。卡什利娜呢，抓举是抓了140公斤。李文文抓举146，拿下了抓举的金牌。连续试举，整个表现非常稳定。落魄蒂尔达这场比赛已经把个人的抓举最好成绩啊，正好提升了10公斤，这个进步的幅度还是挺大的。120 kilos, representing Republic of Korea, second attempt. Lee, China, next at a heavier weight. 除了金国香之外呢，看到19年世锦赛当中乌克兰的运动员，抓举能够抓到129。新西兰的运动员啊，抓举也能够抓到131。美国的莎拉罗布勒斯也能抓到125，所以抓举在130公斤啊，这是有机会登上奥运领奖台的一个成绩，一个基础。好，来看孙英熙，第二把加到120，加牌公开去。没，哎呦。看看裁判员的判罚，应该是判了失败啊，因为他的左手的手肘已经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屈伸动作。Voters, please, 120 kilos once again, Son Young-hee. 虽然自己调整过来了，但是左手手肘这个屈伸是比较明显的，慢镜头回放大家应该能够看得到。Bar is ready.Song, 120 kilos, third attempt. Lee, China, next. 这把失利的话呢，对孙英熙来说，就看看他跟教练员怎么去要下一把的重量。这把其实可以看作成功啊，因为他已经举起来了。最后一把如果还是举这个重量的话，就没有办法实现对个人最好成绩的突破。过往他个人抓举最好成绩121。应该没有去调这个重量，还是120。连续试举120公斤的重量。孙英熙呢，在2019年世界举重锦标赛打的是 B 组，抓举三把全部成功，113、118、121。대국가적명기를향해站上！没有问题。这个重量呢完全在他能力范围之内，就是第二把细节没有做好，不然的话第三把是有机会去超越个人最好成绩的，有点可惜了。这样一来的话呢，除了李文文之外，其他运动员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试举，接下来就是李文文的个人表演时间了，期待一下今天李文文啊能够有好的表现。作为中国举重队压轴出场的运动员，期待在这次比赛当中李文文能够有更加精彩的表现。李文文的体重呢一直稳定在150公斤左右，所以在这个级别当中呢他的体重是有优势，开把就要了135啊，跟2019年世锦赛的开把重量差不多，2019年世锦赛136开。非常的稳定，漂亮。
李文文呢不但啊一直在往上走，而且是稳定的往上走，他在比赛当中展现的这种稳定性，作为一名千禧年出生的小将，在场上展现出的这种沉稳的状态，是整个东京奥运会周期中国女队啊收获的最大的一块宝贝，表现得非常的出色。现场播报说第二把已经加到143，那如果第二把加143的话，成功起来的话，最后一把可能就会加到148了，有机会去冲一冲世界纪录。在最后一个比赛日啊，看看中国举重队能否再次向世界纪录发起冲击，发起挑战。水。越放开越好。一分钟叫就来了。不要急，来挑了，还有一分半呢。上一下分吗？不是什么。哇！稳住了，还早呢。不要慌，带领一定要带到华丽。中国女队的吴美锦教练，还有女队的主教练张国正教练，都在跟李文文强调一些技术细节。不要慌，要做好每一个细节。143。放开！自己也在喊要放开啊。文文在场下也是一位非常可爱的运动员。好的，漂亮，很轻松的完成了143，这样的话最后一把肯定要加到148了，要冲一冲世界纪录啊！这个世界纪录是他自己保持的147公斤，2019年宁波亚锦赛创造的。李文文呢，你在他的脸上看不到太多紧张的神情，非常的放松，在场上很有大将之风。他是一位出生于2000年3月5号的小将。如果他能够去东京的话啊，那就是中国举重队参加东京奥运会最年轻的运动员。第二把起来之后呢，已经远远把竞争对手甩在身后。好，第三把加到148。如果这把起来的话，就将创造女子87公斤以上级抓举新的世界纪录，把原世界纪录提升1公斤。不着急啊，还有1分半钟的时间。1分半钟了啊！但李文文自己感觉已经做好准备了啊。快点啊！好，你们能带好，带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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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一直在场上充满自信，调好气，再兴奋一点，调动着自己的情绪。148，向着这个级别的新高峰发起冲击。好的，漂亮。这个重量完成的也相当的轻松啊，感觉还有余量。
自己最后来了一个运气的动作，太棒了，宇文文每次比赛都能够带给我们惊喜，再次向他表示祝贺。在比赛当中呢，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让他的信心积累的越来越厚，越来越强，他将很有机会在奥运赛场继续捍卫中国女子举重在女子最大级别上的荣耀。今天在抓举当中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在整个中国举重冬训期间，李文文呢作为女子最大级别的运动员，练的也相当的苦，把自己的体能也练上来了。三把试举呢，感觉并没有消耗太大的体力啊，这就是在冬训当中的训练成果。吴美锦教练和张国正教练也相当的开心啊。李文文总能够给中国举重在历次大赛当中啊，最后一个比赛日带来一个完美的收官，完美的收尾，最起码在抓举当中他是完全展现了自己的最好水平。我们也非常期待在接下来挺举比赛当中他能够有更好的发挥。孕妇吃燕窝就选燕小厨，燕小厨燕窝甄选东南亚加里曼丹岛金丝燕燕盏，零糖零脂零添加，更大限度保留燕窝营养，限定现蒸，冷鲜配送，开盖即食，每一口都是新鲜的味道。孕妇吃燕窝就选燕小厨。酒鬼酒提示您收看周末精彩直播赛事。酒鬼杯酒鬼，千金不嫌醉，酒鬼出湘西，涓涓传万里，无上妙品酒鬼酒。孕妇吃燕窝就选燕小厨，燕小厨燕窝甄选东南亚加里曼丹岛金丝燕燕盏，零糖零脂零添加，更大限度保留燕窝营养，限定现蒸，冷鲜配送，开盖即食，每一口都是新鲜的味道。孕妇吃燕窝就选燕小厨。
奠定的承诺终将会于2022。梦想照入，冰与雪的荣耀一起绽放在北京。精彩、非凡、卓越，冬奥之约2022，北京的约定，我们的节日。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到的是2021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女子87公斤以上级 A 组的决赛。在刚刚结束的抓举比赛当中，我国名将李雯雯是以148公斤的成绩刷新了个人之前保持的抓举世界纪录147，提升了1公斤。再次向李雯雯表示祝贺，也期待她接下来挺举能够有更好的表现。那么在目前的这个级别，挺举世界纪录是李雯雯在2019年世锦赛创造的186公斤。但是呢，在2020年进行的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上，李雯雯已经举出了187，也就是超世界纪录的成绩。但是由于我们国内比赛呢，并不是国际举联认证的赛事，所以这个成绩呢并不会被记录到世界纪录栏当中。所以今天如果李雯雯再举出187这个重量的话，那么她就可以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了。挺举比赛首先出场的仍然是伊朗运动员法蒂玛。Loaders, please, 111 kilos now. Same athlete, representing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法蒂玛呢，相对而言，她在这个级别当中啊，水平还是跟李雯雯有相当大的差距啊。115 kilos now, loaders. Doleva Davronova.Uzbekistan, first attempt. 在这个级别呢，参照2019年世界举重锦标赛的成绩，要想最终站上前三名领奖台的话，挺举的成绩要在175公斤以上才有可能。所以看看今天哪些运动员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之前我们说抓举130这个标准，除了李雯雯之外呢，还没有运动员能够达到。达弗罗诺娃，达弗罗诺娃呢？之前挺举最好成绩能够有128公斤，但是今天的比赛呢，他的抓举成绩就比较低，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啊？看一下挺举，挺举的开把要的也比较低啊。抓举开把115，那这个重量呢，是我们女子最小级别侯智慧，挺举第二把的重量115。而我们的蒋慧花呢，在挺举当中啊，开把重量要到113。Loaders, more weight, please. 119 kilos. Asena, 190 kilograms. Fatema Yusufi. 119 kilos, second attempt. Brizo, 伊朗的法蒂玛。
Olan arın dolu.成功，挺举的成功率啊，要比抓举高一些。119。Holders please. 120 kilos. We're in a tactical timeout. Tactical timeout, please, holders. 파티마 고탈겐 와진드 하캠 하얏 아조라레 나조르탄 오케지시엔 119 kg 와진드 After jury review that lift is a no lift 哦，经过了仲裁的改判之后啊，上一把呢，法蒂玛刚刚那次试举被判罚失败。伊朗队提起挑战。We have a challenge now, a jury challenge. Team Iran wants the jury to review it on video. 由于呢是仲裁改判了之前三名裁判的判法，所以再提起挑战的话，一般这个挑战的成功率会比较低。After jury review, they're sticking with the decision of no lift. 挑战之后呢，还是失败。最终的判定就是试举失败。Third attempt, representing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Fatema Yousefi. 119 kilogram vaznga uchinchi urushga Fatema taklif etildi. Ashala 120 kilogram bo'ladi. Loaders, please more weight. 120 kilos now. Dolera Davronova, Uzbekistan. Second attempt, 120 kilos, to be followed by Yousefi, Iran.在昨天女子8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啊，赛事官方的加重员在加重方面出现了失误啊，结果让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呢是多举了一把。这种情况在大赛当中是很罕见的，但是运动员一旦遇到之后也没办法。乌兹别克斯坦的达夫罗诺娃。接下来试举，个人最好成绩128。那么这把起来之后啊，看看第三把会不会去冲一冲个人最好成绩，感觉还是有难度。第三把可能也就加到125，应该不会去加到129或者130。Yousefi still the athlete. 121 kilos, third attempt. 达夫罗诺娃他的体重啊跟李文文相差有差不多60公斤的差距，大家从整个身材和体型就能够看得出来。虽然说举重比赛呢，你的体重大并不意味着你的力量大，你的成绩好，但是将近60公斤的这个体重的差距啊，在大级别当中还会有很大的影响。法蒂玛呢，全当自己上一把成功。
这把举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就一把121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大赛之旅，之前没有参加过国际举联的赛事。He's ready. Davronova, Uzbekistan, third attempt. Davronova. Brüjü 22 kilogram. Üçüncü rakamlı sporcu. Üçüncü uğurluş. Uzbekistan'da. Tanera Davronova takip edildi. 最后一把试举122，只加了2公斤。那只能说明今天这场比赛呢，他确实不在最好状态。但是挺举的试举成功率要比他抓举好很多，三把试举全部成功，最终成绩122公斤。This is attempt number one in the clean and jerk. Lee Sun Mi. Alright, ready. Lee, Korea, first attempt. Burijo 40 kilogram birinci uğraş. Cevap Koreya'dan Lee Sun Mi. Takip eden. Lee's moved up 140 kilos to weight. Aizada Muptilda, Kazakhstan, first attempt. She's moved up 140 kilos still to weight. Representing Indonesia, Nurel Akmel, first attempt. 好，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印度尼西亚运动员努鲁阿克马尔。抓举比赛的成功率也不是特别理想，挺举呢140公斤开把，一下又比之前的两名运动员重量提升了很多，提升了18公斤的重量。Lanjut, konsentrasi ya, tenang, yakin, yakin.Iya, bangun, tenang, tenang. Sipnya ngotot ya, kepala masuk. Masuk. Tahan. Ui, Gang Ling 送的高度不够啊。No lid. Vasu solo. Loader staying with 140 kilos, staying with Indonesia and Nuno Akmo.开把140这个重量呢，刚好能够够得上世锦赛这个级别 A 组的开把重量。Mukdilda, Kazakhstan, next. 举完之后自己摇了摇头，看上去对于这个重量呢有点信心不足啊。如果重量不变的话，就要面临连续试举了。过往呢，个人挺举最好成绩150公斤，2019年世锦赛创造。2019年世锦赛呢，他当时也是比的 B 组的比赛，抓举呢只成功了一把，开把110，挺举是145公斤，145开把，第一把没成功，第二把成功了，第三把加到150，
最终总成绩260公斤，最终拿到了19年世锦赛第11名。这次的支撑做得不错，阿玲送的高度也够了。所以说成功率呢一直是困扰努鲁阿克马尔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开把成功率提升，让自己在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提升，才能够提高自己的成绩。如果举重比赛你的六把成功率只有50%的话，那肯定没有办法表现出自己最好水平的。 Bar is ready. Akbo.Loaders, we need more. 143 kilos, please. Two athletes calling for this weight. Up first, Republic of Korea, Lee Sung-min. 接下来出场的是韩国运动员李善美。李善美呢，虽然说抓举的成绩一般，但是她的挺举啊还是挺有实力的，能够拿到153公斤的个人最好成绩。翻转的非常轻松，好的，这个重量完成起来还是相当的轻松。Good lift, Lee, 143 kilos. 抓举只成功了一把，看看他的挺举啊能不能有好的表现。抓举没比好的运动员，往往在挺举当中会有不错的发挥，一是体能节省了很多，得到了很长时间的休整；二就是自己也憋着一股劲儿。希望在挺举当中呢，能够一扫之前抓举比赛表现不利的阴霾。抓举是只成了一个开把。好，接下来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运动员姆普蒂尔达。姆普蒂尔达过往的个人挺举最好成绩只有140公斤，今天的抓举是正好把自己的抓举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10公斤，看挺举能够提升多少。开把这143已经比自己个人过往最好成绩提升3公斤了。非常轻松啊完成的。Good lift, Matilda. 他的体重呢是在120公斤左右。Loaders, please, 144 kilos, second attempt.Aizana Mubdilla, Kazakhstan. Lead to follow at a heavier weight. Barizokrev, 最后上送这一下很漂亮，干净利索。Loaders 146 kilos now. Lee Sun-min, Republic of Korea, second attempt.李善美，第二次试举，146，加重的幅度呢比较小。146，要知道李文文抓举就抓了148啊。不错，挺举的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Majority decision, good lift, lead. 裁判给了一盏红灯。Loaders, please, 146 kilos.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Aizada Mutilda. 146 kilogram 重量级选手。裁判员给红灯的原因呢，主要可能还是考虑到存在二次推举的这种嫌疑，因为举重比赛要求运动员必须向上发力，这项是一气呵成，一次到位。如果你在整个向上发力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个二段动作的话，那就很容易被判犯规。Indonesia. Action! Action! Second, 147. Mupo 第二打，第二把加到了147。好的，他的整个技术动作还是相当的干脆。Good lift, Mutilda, 147. 把自己挺举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7公斤。Loaders, please, 147 kilos again. This time, Indonesia. 今天他是这场比赛当中啊，发挥非常出色的运动员，基本把自己的最好的训练水平完全发挥出来了。穆普迪尔达出生于1998年。接下来上场的是印度尼西亚的努鲁阿克马尔，加了7公斤的重量，147，最后一把，个人最好成绩150公斤，所以147呢是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就看看临场比赛的发挥情况。他的翻战没有问题啊，主要看上送这一下，一定要送到位。哎呦，太可惜了。裁判员呢，在等他最后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之后，才会响铃，让他放，这个铃声响起，让他放下杠铃。但是他没有支撑住啊，没有坚持住，就差了一点点，很接近成功了。Loaders, please. 148 kilos. 我们再来看一下。Representing Republic of Korea, third attempt. Lee Sung Min. 杠铃送起来，这个位置还是有点靠前，但是自己能力很强，调整过来，但是最后没有能够让自己处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当中。Tilda, next. 所以裁判员就没有响铃，让他放下自己的杠铃。李善美，李善美的下肢力量还是相当出色的。看看裁判员的判罚，判了失败，两盏红灯。148公斤，最终是判罚失败。韩国队马上就发起挑战。挑战之后呢，仲裁会重新观看刚才这把的录像回放。他是右手的手肘啊，有点屈伸的问题。The jury has discussed it, and it is a no lift on the third attempt of Lee. No lift.
we need 151 kilos. Thank you for your work. Aizana Mukhtilda, Kazakhstan. Third attempt, 151 kilos. Birinci 51 kilogram vazifesi uchrashuvga Qozog'istonda Azada Mukhtilda taklif etildi. Qozog'istonda穆普蒂尔达啊，今天表现非常出色，最后一把，151公斤。越比信心越足了，哈哈，自己已经露出了非常开心的笑容。这样一来，这场比赛抓举成绩提升10公斤，挺举提升了11公斤，总成绩提升了21公斤啊！这个进步的幅度还是非常大。Let's start. Republic of Korea, 155 kilos. Son Yoon Hee. I said, "Brizong, it is best to be on it."而且这场比赛他的成功率啊一直保持得非常好。这场比赛应该是6把试举全部成功，总成绩提升了20公斤。接下来就只剩下孙英熙和没有出场的李文文了，场上就只剩下这两名运动员。孙英熙呢，开把重量155公斤。这两名运动员的挺举实力啊，确实要远高于其他对手。但是孙英熙跟李文文之间的差距也是巨大。好的。孙英熙过往个人挺举最好成绩158公斤，2019年的天津举重世界杯上完成。参加过里约奥运会女子75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当时拿到第6名。She wants another kilo, 157 kilos.The clock begins. Song, Korea, second attempt, 157 kilos. 今天第一把155起来之后，孙英熙啊就能够向自己的挺举个人最好成绩158发起冲击了。而李文文今天目标肯定是187这个重量，刷新自己保持的186世界纪录，因为187在2020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上他已经举出来过。李文文呢，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当时挺举的开把重量是175，今天应该还是会接近于这个重量开把，所以应该还是会等到孙英熙啊三把试举完了之后，他再举。The bar is ready. Son Yoon Hee, Korea, second attempt.孙英熙第二把加到159，这把要挑战自己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158，但是我们说这个级别要想上奥运会领奖台挺举得有175的成绩啊，孙英熙距离这个重量还是有差距的。小白，过关去。
能力很强啊，最后支撑这一下做得很好，收腿的时候呢杠铃有点不太稳，最后还是撑住了。老将啊，比赛经验很丰富，最后还是稳住了159。看看最后一把孙云熙这个重量怎么样。Another kilo please, 161 kilos loader. 拼了Son.Son the athlete, third attempt, Korea. 最后一把加到161。如果能够把自己的挺举成绩啊提升到160公斤以上的话，那也是对于自己的一个突破了。看一下161公斤这个重量。前两把的试举啊，特别是第二把，对于他的消耗非常大，连续试举体能的消耗确实非常大，但是今天这场比赛也已经提升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向他表示祝贺。好，接下来就是李文文的个人表演时间了。大家看看李文文开把175，跟2019年世锦赛是完全一样。这把起来的话，就要远超孙颖熙。翻得非常好，很好，别着急。好的，李文文啊，再次展现了非常稳健的比赛作风，稳稳地举起了175这个重量，但是他好像还是对自己刚才这把试举不是特别满意。这把起来之后，第二把可能就会加到183。最后一把加到187，这可能是李文文的一个加重的策略。Li Wenwen, China, 176 kilos, second attempt. Good opportunity to point out the world record is held by Li Wenwen at 186 kilos. That is the junior world record, the senior world record, the junior Asian record, and the senior Asian record.Loaders 187 kilos now. A new world record attempt for Li Wenwen on her second attempt.
看看李文文第二把这个重量怎么样。The bar is ready, the clock ticks once again for Li Wenwen, China, second attempt. 中国举重队的两名教练员，主教练女队的主教练张国正指导和吴美锦教练，都在跟李文文讲这些技术的细节。非常积极的调动自己的状态。哦，这把就直接加到了187啊！这把起来的话就是一举双破。刷新世界纪录的同时呢，也将刷新总成绩的世界纪录啊！刷新挺举世界纪录的同时，刷新总成绩世界纪录。拉高啊，展开！祝李文文成功。办得非常好，漂亮！哦，李文文成功，在大赛当中啊，亚洲举重锦标赛当中再次举起了在2020年全国举重锦标赛曾经举起的187公斤这个重量，再次向李文文表示祝贺，一举双破，刷新挺举世界纪录的同时。刷新了总成绩世界纪录，再次向李文文表示祝贺。这样的话，最后一把呢就可能不举了。每一次比赛呢，李文文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并且作为压轴出场的运动员啊，能够给中国举重队在大赛当中的表现带来一个完美的收尾，最后自己也摆了一个自己设计好的 pose。 She is declining her final attempt, retiring from the remainder of the competition. We will see her in the medal ceremony. 这样的话总成绩呢来到335公斤，把之前的总成绩世界纪录332一下体重提升了3公斤。李文文真的是太棒了，每一次比赛都是这么的稳定，让人放心，让人高兴，这就是他实力的展现，而且这个重量远不是他的上限，他还有机会继续向